昨天给王姐去拔山，拔的这个脚趴手软的。今天罗了个猪脚，来补一扳手，先把这猪脚改个花刀，给它整个圈圈花刀，一圈圈的好看的板。水来一扳手，去腥三件套，葱姜料酒来一扳手，这大热天哦，烧火就是最恼火的，还是冬天安逸，火烧起来热乎。水炒的差不多，捞起来给它洗一扳手。 猪脚洗干净，掺点水，辣椒来一扳手，花椒来一扳手，姜来一扳手，葱来一扳手，老卤汁来一扳手，白糖来一扳手，酱油来一扳手，盐来一扳手。盐可以稍微放重一点哦，卤菜的时候。那调料给它炒匀哦，管它直接大火烧开，莫起煮就得行了。煮的时候还是随时翻到一下哦，莫煮扒锅了。锅里头先煮上，我把菜给它切一扳手，青椒、小米椒切成通通就得行了。猪脚先要捞起来，晾到。这板这肥肉吃起有点爽。 起锅烧油，猪蹄子来干回个锅，炸得差不多了，配料来一扳手，哇，这颜色，打色板，炒一下，把这辣味再炒进去，更加完美。芝麻一撒，准备开吃，这东西真的看到就想吃，打色板。咱这一盆肉我只想吃它一扳手。嗯。 味道相当不错，关于这道菜，我做个总结：小白们弄的时候，可以在卤水里多泡一会儿，味道更爽。